下一个景点就是 Waitomo。那下一个景点就是 Waitomo。那下一个景点就是 Waitomo 虫洞。那看，那虫洞里面是不能拍照的，而且你如果要拍，你也应该是拍不起来，因为真的是超黑，它有一点像是不会动的萤火虫，就是这样就发光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还假，就。它有一点像是什么圣诞节，然后有那种 LED 灯珠，然后就挂在一个黑暗中一样。我觉得好像，它有一点像是圣，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圣诞节，然后有 LED 灯珠挂在一个黑黑的地方，就这样子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，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，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太惊喜，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特别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太特别，而且重点是一定要跟着导览员一起前进，所以你不能自己在这里多看久一点，所以你跟着导览员前进就是有点走马看花的概念，所以我只能给他三颗星。